口服长龙定的有效成分为 mesalazine， 可用来治疗轻度到中度的溃疡性结肠炎。长龙定外膜 UGGS 是一种 pH 敏感保护层，可将 mesalazine 目标释放到结肠。长龙定必须整颗吞服，不可剥瓣或咬碎。外膜 UGGS 对 pH 值敏感，不会被胃中酸性环境影响，可确保定剂完整通过12指肠与整个小肠，都不会释放任何内容物。在 pH 值高于7的回肠末端，会触发溶解外膜 UGGS， 持续释放活性成分 mesalazine 在全段结肠黏膜。这种目标释放方式会使药物在结肠黏膜达到最大浓度，以得到最佳疗效。即使在远端的乙状结肠和直肠 ，mesalazine 仍能达到临床治疗有效的高浓度。mesalazine 长龙定可靠有效的目标释放药物。